成功警分局的分局长有感于同仁们在选举期间非常的辛苦，为了让员警们可以放松心情再出发，也特别请上辖区内阿美族青年环岛公益咖啡师蔡云熙，在联合勤教时举行手冲咖啡讲座，让员警体验亲自冲煮咖啡的乐趣，在执勤之外呢，还可以陶冶身心乐趣。温度，我冲好的咖啡跟我至少我的杯子里面的保温的温度是一样的。咖啡师正在教导员警如何冲泡出一杯好咖啡，并借由冲咖啡来舒缓执勤时的紧绷心情。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的分局长郭义荣，有感于分局的同仁在前一段选举时间内执行了各式大小勤务专案，为了要让同仁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再出发，特地与成功警友会办事处的林主任邀请辖内的环岛公益咖啡师蔡云熙先生前来分局教导同仁手冲咖啡，让员警亲自体验冲煮咖啡的乐趣，在勤务之余培养陶冶身心的兴趣。一圈我大概抓4秒，会比较柔，会比较圆润滑顺，酸甜感会比较明显。像可能成功警分局也指出，透过蔡老师无私的分享冲煮咖啡的经验，以及成功警友办事处的林主任协助之下，让活动可以顺利圆满成功。透过活动，让原先的联合勤教工作，除了必要的政令宣导之外，更可以借此让同仁养精蓄锐，再投入治安交通的工作，提升执勤的效率以及服务的品质。记者陈基林成功镇报道。